看电视太舒适，歪八驼背这样来。平常我晚餐之后啊，这个姿势都没不变。哪一里嘞？我是喜欢躺在床上，最好是这个姿势。我们现在找到答案，为什么爱总会歪八？为什么爱总会驼背？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